形象，迄帮对闽南的形象，哈。好，那第二第一是哈，这个七十哈是到五十所做的，七十哈是到五十第一代呢，啊，第二呢就是他当官然后被贬的时候，啊，他所做的一首啊秋词，你做这些的时候是很贬官，但是呢，因为心情的变化嘛，来就是接近了当然人，好，所以哈，你做这些秋词啊，你有发达到呢？秋天应该是在悲哀的时阵，但是呢，伊无哈，伊伫个即个秋天的时阵做这首秋词哈，好，咱感觉讲伊要过一个愿景在，哈，所以哈，这首诗啊是伫个即个秋天的时阵，啊，你诶即个悲哀带着一种力量，啊，所以甲以前咱所讲的即个秋天的即个悲戚呢是完全很不一样的，啊，这首诗真的很真实哈，伊拉是来吟唱哈。七十来五十载，直到天气比一年，我眼七日心存悲，只愿看低头白云雪。谢谢。好，现在第二首呢，好，我们请到我们这个台湾民社诗学会的王根春王词长为我们来吟唱。我的秋日很清淡，安稳所在，我们请诶，咱的王词长。还有气氛哦，咱中乡路嘛，哦，大家好哈，今日吼，真热闹嘞，吼，伫这个，伫这个公园吼，大家安尼，抱一个欢喜心吼，来遮，闻着这个咖啡的香吼，我来吟唱一首吼，因为即马是秋日啦，秋天啊，刚刚要冬天啊，较凉爽，吟一首拂得秋日寒清宫，王维作。辽阔天亮静，见面别离愁，吟唱的就是汉语吟唱，好，这跟咱普通学的广东语是无同的哈，国语跟闽南语哈，河南话是无同。咱即呐吟唱的这汉语，就是那像咱的河南话、闽南语。好，现在所以咱请郑慧珍哈郑词长为了吟唱一首《调点错》，阿王修所作。Thank you.
宾大家好，我今仔日来为各位吟唱《调中错》后用首作。冰山难撼意境空，山色幽无中，秀将东间水流，冰爱寄托春风。文章太秀，为何万字阴千江，行路的书连宵，尊敬看主随翁。谢谢慧真慈长。好，说了咱这清平调，吕伯所作的清平调啊，咱各位贵宾，您敢知影吕伯作这首清平调内底吼所讲的花是啥物种花？敢无人知影？牡丹。好，这种花哈是叫做牡丹花。哈，吕伯所作的这个内底这个花哈，咱是所指的是牡丹花。哈，这是迄个罗西亚这杨贵妃哈的这个故事。啊，杨贵妃的故事。好，现在我们请到的是，谢青龙哈，谢池长来为咱吟唱一首，啊，请各位慢慢欣赏。各位贵宾，大家好。我吟唱李白作《清平调》，谢谢。相依相花相拥，春风拂槛落花浓，玉飞困玉山头见。花香又带我下风，一枝浓艳多人香，云雾散红断肠。家文汉宫随的是可怜飞燕一心中，明花天国两相欢，相别君王带笑看，该谢春风无憾恨，沉香定不依难干。谢谢。谢谢青龙师兄。咱汉语吟唱哈，古典诗学啊，现在伫阮这传统诗学会来讲哈，阮是尽量咧甲推广，因为
咱就想要呼吁吼，政府会当较重视这个啊，这个古典时刻，吼，会当把咱这个传统的文化会当继续吼传承下去。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尽量啊，尽我们师学会啊那个民间的这个团体的力量呢，尽量在各个地方在推广。也希望呢，我们现在今天在座的啊立法委员，还有那个市议员、县议员们啊，你们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。我们这么努力的在推广我们的传统文化、古典诗学，也希望呢，你们在政府的这个单位里面呢，可以帮我们啊那个就是帮我们说说话，好，帮我们这个古典诗学说说话，可以让政府更重视这个领域，啊，让我们这个传统文化不至于会断层。嗯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请到的是我们施玉刚啊，那个玉刚师兄为我们吟唱啊，就是《铁钢对柱及其短路》收走诶，好，欢迎。各位贵宾，大家好。我现在要吟唱的是《曲江对酒之字》，杜甫作。交杯夜点灯烛明，每日江头尽醉归，酒在心上。谢谢玉刚师兄。接着啊，咱个来请啊小青莲啊，还有青龙师兄来为咱吟唱一首《双枝下条柳》，金碧告诉雪魂啊，谢师兄请。各位好，我叫谢青莲哈，在此为各位来吟这个《双枝下条柳》真的告诉雪魂，你别走。替我苦吃昨日之日不可留，暖我心吃今日之日多烦忧，东风万里送秋雁，对此可以含高流，蓬莱文章见安骨，中灯萧萧又清华，古怀亦天将是非，有乡情天难明远，飘到断水水经流，独悲小秋秋更秋，人生在世不轻易，命凋散发浓偏旧。谢谢。好，谢谢青龙师兄。啊，那
下一首吼，方南吼，因为今仔伊个郭三和师兄有代志，所以苗无来咱听跳歌。好，说的这首是《歌诗十九首之十九》，明月何皎皎。咱请孙秀珠啊，孙师长为咱吟唱。各位贵宾，大家好，我即摆要吟唱的是《歌诗十九首之十九》。明月何皎皎，明月何皎皎，照我路中影，悠悄不离离，来日孙师长，恁大家拢听会出来，伊是外省人，听会出来吼。伊拄仔吟唱这首吼，用咱的河南话来吟唱，吼，吟唱了足标准的。好，我相信恁大家嘛听会出来，伊实在是吼，无啥会当代语，吼，但是吼，伊吟唱，吟唱也真好。好，好，来再来下一首吼，咱秋日夜市，吼，咱搁请咱许陈天才吼，陈师长来做咱吟唱。各位贵宾，大家好，我吟唱《秋日夜市》，听好做。寒来露丝不将有，谢谢，谢谢天才师兄。说到这首《青玉案》，新曲一所作的哈，这首是由我吴秀珍我本人哈，所谱的曲。咱今嘛请这个王小雅哈，王师长来为咱吟唱。大家好，我叫王小雅。我今天要为大家吟唱的是《青玉案》，新曲一作。东海夜风花千丝，金翠柳心不舞，白马雕骨永远留，红绡绣斗红玉宫断，一夜孤留梦，我离
生命好金如小姑阴阴暗天苦将你心头千笔刀笔电我心努力谢谢。好，我们的诗词吟唱先暂停一下。